谢谢，谢谢广州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非常的感动，特别的开心，真的是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。我没有想到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家里没有电视啊，今天是各大卫视很多跨年的晚会，对，各种唱歌，各种明星出来唱歌，对，你们都不看，特别的开心。家里没有电视吗？好好，会有的啊，会有的，谢谢谢谢。也是今天这个演出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场演出了，2017年马上我们迈入2018，对了，希望今天在座的朋友们2018年能够飞黄腾达，能够发财，谢谢。哎，挣钱买电视去。对了对了，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今天这个场馆非常大，太大。嗯，这是我们今年演出的场馆比较大的一个啊。算前面大的这个。真是、嗯、真是，现场得有10000人吗？真是特别的开心，10000人家里没有电视，上这儿听相声来。今天这样，大家不走，我们就不走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跨年。对了，我们得迈入2018年。对了，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。今天观众满坑满谷，特别的多，对，特别的开心。后边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哇，你们真的坐得好远好远。哦、后边，好家伙，真是太远了。谢谢谢谢。后边太远了。你们为什么坐那儿？是真的没有钱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真不会聊天啊你。啊，后面、啊，后面就是便宜，可能是。谢谢谢谢，今天真是莫名的一种感动。嗯，我们争取把我们的好节目奉献给大家。对了，回馈给大家。嗯，还是刚才那句话，大家不走我们也得走啊，因为不住这儿。啊，我看到了啊，谢谢，真的特别开心。还有很多朋友送来礼物。对，得有那么7-8个观众送来礼物啊。嗯，真是10000个观众，7-8个送礼物的哈，万分之7-8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不是来挑礼物的。嗯啊，如果这个礼物在就是换成钱，啪往台上一扔，那种感觉真的是，嗯，今天就算没白过。嗯，大家不要再花钱了啊！别花了啊！不要再花钱攒钱买礼物了，买钱不是、什么攒钱啊？攒钱，将来买更好的票啊！买个电视，好好好，这个孩子渴望梦想就是买个电视哈、啊。希望你的梦想成真啊！家里太苦了，这样。真是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童年。你怎么坐第一排呢？挺好挺好。上的台来呀，我们应该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哎，应该的，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，有头回来的。那我来说吧，我这个人也不怎么红，不怎么火，还不、啊、您怎么不红啊？您我红吗？您红啊，热搜第一啊您。当然的是什么内容我们不知道啊，这人家都花钱上热搜，您一分钱没花呀？我那是炒作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还没有正经说相声呢，你先来，你先说我两句合适吗？废话，2017年这点事儿，赶快解决就完了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，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岳云鹏。哎，啊哈，谢谢谢谢，掌声应该热烈一些，谢谢。其实不想鼓来的，沉痛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。您等会儿，您这要报复我了啊？没有报复啊。什么叫沉痛啊？哦，措辞不当啊。应该是隆重。也甭那么客气啊。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。我呀，叫孙悦。哎，是我。孙老师。您老师。看这意思，您比我红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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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
我们可能就是正能量一点。我叫岳云鹏，他是孙越。我不想演了。其实观众还是有是非观念的。这是指着您呢，这不是岳云鹏专场吗？这不是。不管怎么样啊，不管我们两个人谁更红，对，我们两个是搭档，哎，台上的好搭档，台底下的特别好的叔侄俩，嗯，我们真的是真的叔侄俩，我一点也不骄傲，嗯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你先说清楚了，他喊不喊没关系，你等会儿，谁是叔谁是侄啊？我无所谓，别无所谓，有所谓啊，我不在乎，我在乎。我怎么了我？你在乎什么？我说清楚了，知道吗？对啊，你台底归台底，台上归台上啊。台上我们两个人好朋友，好搭档。哎、对了，把我们的好节目奉献给大家。嗯，孙老师啊，从小就喜欢相声，爱好，而且人家家里有干这个的。哎，这倒是，这叫传承。哎，对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姥爷，嗯，他姥爷叫，哎，不是。你说我姥爷，你捂自己干嘛？你什么意思？该绞指甲了。突然间胸口疼了一下。你别疼啊，你捂那儿我胸口疼，知道吗？我堵得慌啊。他姥爷叫李文华。哎，对了，李老师。哎，想当初上过春晚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特别好，他姥爷上过春晚。这个，哎，不是上过春晚的都是我姥爷。我也没那个意思啊。那你手又拍这一下呢？这是李文华的外孙子。对了，这孙子说得很好，说学逗唱，哎，那是样样。哎，你要为了骂街就别提摊，知道吗？直接骂不好吗？直接骂不合适。哎呦，就是为骂街啊！我们是搞语言艺术的，怎么也得拐弯抹角。没听说过，人太损了，这人，别骂街行吗？啊，孙老师，您老师啊，真的，这是我学习的榜样。哎呦，别介，咱互相学习啊。问您一个小问题，您说。您要是知道如实的回答我，嗯，您要是不知道就说出来，我不知道没关系，好吗？行吧，我知道，我告诉你。好好好，问您个问题啊，嗯，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呢？说这谁说吃喝嫖嫖？站起来我看看，来，啊，还是个女同志啊，女同志怎么嫖那个嫖嫖？不是，您那说您问题怎么问的？您这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？四门功课说学都有。嫖嫖嫖嫖，你身体可以呀，大哥，你一会儿上后台找我来啊。对，咱俩聊一聊好吗？你们互相取个经怎么样？你学一学去。哎呀，找着知音了似的。不是，我很开心呐。你开什么心呢？相声演员四门功课是嫖嫖嫖嫖，适合你啊。说学逗唱，对呀，就在谜底，就在谜面上，没有这么问的，知道吗？说学逗唱，哎，我们最难度的啊，嗯，我自己个儿认为比较有难度的。您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您什么？您怎么着？你梗了是怎么着？您？我自己个儿。哟，您嘴里有鸟是怎么着？这还自己个儿？就是我自己。我自己还自己？我潮汕人，我说话有点口音。你等会儿。您把潮字去了啊！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！我不潮吗？不是，你是善，真行你，别胡说八道。就是我自己认为比较有难度的，嗯，就是学，哦，学，因为我们学的东西有很多。这倒是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、草河里蹦的，对，这都归我们学。是，你会学吗？天上飞的啊，还行吧。你给我们学一个擦屁股纸。来不了吧？
不是，这有满天飞的吗？这刮大风刮起来了，你学那个用过的来。哎呀，行了，那还露天的厕所是怎么着？还得地上跑的？地上跑什么呀？擦屁股纸。这回风小啊，学不了啊。水里游的？水里游什么？擦屁股纸，河边方便的。草坑里蹦的什么呀？你学一个蚂蚱。哦，学这蚂蚱蹦，学它那个表情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那蚂蚱有什么表情啊？这都学不了，你这不是诈骗吗？什么叫诈骗呢？这都是您说，您能学？我当然学不了了。不是，你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啊？我不要脸呢。怎么样？您嗨。您的您最大的品质就是诚实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学不了就是学不了。后边有学的呀。那能还有后边有什么？大小买卖吆喝，各省人说话。大小买卖吆喝，各省人说话。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个人啊，怎么就比较喜欢这个学？学什么？大小买卖吆喝。就是买卖这个吆喝。对了，过去啊，过去叫什么？啊、叫报君知。过去。就告诉你我们是卖什么的，就报告你知道。你现在不用报君知了。现在呢？电视上的广告，哎呦，大街上的广告，是媒体，手机里的广告，对，每时每刻都能看见广告，还有推送呢，还一睁眼都是广告，是什么？对不对？过去不行，现在怎么？过去没有那么多媒体，怎么办呢？就靠肉嗓子吆喝，全靠这个喊，九腔十八调，棕绳翘扁担，这老话吆喝起来也是飘飘荡荡，悠悠雅雅。是啊，特别的好听哦。我给您学一学啊。小吆喝什么呀？过去卖菜的，哦，卖那个蔬菜的，就叫您吆喝。嗯，在长安街上卖菜，挑一个扁担。您等会儿，在哪儿卖菜？长安街上卖菜。对啊，城关死绝了，这不疯了吗？长安街上卖菜，什么叫城关死绝了？废话，那有跟长安街上卖菜的吗？过去长安街那叫什么？过去。解放前那不叫长安街呀、那叫正阳门外。正阳门外，对，那挑一个扁担，土路嘛，前后俩筐，哦，对不对？前面这筐搁点菜，是，后边这筐搁一石头，搁一石，走街串巷吆喝起来特别的好听。哎，我不太明白，就是，嗯，扁担挑俩筐，对，前面那筐嘛搁点菜，对，后边那筐干嘛搁一石头啊？掌握平衡啊，宝贝儿，你怎么了？掌握平衡啊，前面这筐里有菜，后面的筐空的，它不平衡啊。哦，就是不平衡。那当然了。那要是那个后边筐里也搁点菜，不就平衡了吗？再说了，就是一个筐背着不就去了吗？哎，也行，你看看。什么叫也行啊？多蹊跷这个事儿！您那两个筐都是菜，两个筐都是菜。哎，走起来，飘飘荡荡。哎，挑这扁担，哎，特别的好听。吆喝，我给您想一想啊。吆喝着卖菜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拢一拢耳音。就跟那个回响似的。嗯。哦。香菜。哎。又怎么了？听懂了吗？什么呀？我吆喝的是什么？听懂了吗？您刚吆喝这个啊、嗯，香菜呀、啊，真棒，真棒！你是不是拿我当傻子了？你不是吗？好，无所谓。哎，不是，咱不说好了不说这事。您这你别老说这个，香菜，香菜，盐碎，又叫盐碎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听这个啊，香菜辣青椒哎。您这老一惊一乍的，听懂了吗？辣青椒，没错没错，尖椒，没错没错。一般就卖这两种菜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要就卖这俩菜，那后边是得搁石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我说什么来着？什么什么呀你？您这俩菜卖的，人家买的都办不了一凉菜，哪么你再卖点黄瓜呢？你这仨菜搁一块能办个凉菜呢？那什么菜？那老虎菜能来一个是吧？对不对？黄瓜，特别好听，知道吧？卖黄瓜，河南的，进京卖黄瓜来了。
没有啊，好几十种菜呢。好几十种菜。对了，一口气吆喝下来，您行不行？我试试，我试试。您来，好好吆喝。香菜、辣青椒哎，勾葱嫩芹菜来，扁豆、茄子、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蟹，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嫩芽嘞，香椿嘞、蒜嘞，好韭菜。好啊，这是卖菜的，是是是，就这么好听。对呀，过去卖什么都讲究吆喝，都是得肉嗓子。拿这个糖葫芦来说吧，冰糖葫芦。咱们广州有糖葫芦吗？有吧？哪儿都有，全国都有。北京卖糖葫芦就分两种，就北京这北京城分两种。对了，一种是南城，一种是北城。南北城不一样。北城啊，深宅大院居多，就有钱人呢，吆喝起来要慢一些。为什么呢？好让人家从大。这个大院子里走出来，就宅子好几进的院子。对了，等人家等一会儿，去给点时间，吆喝起来特别好听，就慢一点。我给您学学啊。深宅大院卖糖葫芦的，还是龙一龙耳音，这是。米其实简简单单就几个字，蜜了冰糖葫芦来哟。这太慢了啊，就这么慢。是是是，但是特别好听。对对对，到了南城不一样了。南城怎么呢？大杂院居多，就是穷人多，吆喝起来干哏倔脆，特别简单。是吗？我给您学学啊。南城冰糖葫芦。我，好家伙，头一盘你们吓我一跳，糖都碎了呢，我以为。你听相声，你往后撤什么？你吓我一跳，怕你咬着吗？是不？糖葫芦刚蘸得的啊，新鲜哎，冰糖葫芦刚蘸得的，特别好听。是哎，到了天津又不一样了。天津味。到了天津味，这个冰糖葫芦不叫冰糖葫芦，地方方言有叫糖墩儿。天津话。而且它还有口音。是吗？糖墩儿。糖墩儿。但是吆喝起来就一个字儿。吆喝什么？墩儿。一个字怎么吆喝？这特别简单。是吗？学学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出过车祸呀？你出过车祸？怎么这么惨呢？听着是，这一个字吆喝这么惨呢？对呀！好家伙！哎呀，这一天也不少卖。啊，这特别，主要是旁边还有一个人跟他学，多一个字儿，多一个字儿，对啊，旁边的比他惨，可能是惨什么？多加一字儿，就是疼的意思是吧？对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是卖别的口味的，卖什么口味的？他是卖橘子味的，他怎么吆喝的？人之对啊。这对儿，那叫香蕉味儿啊 ，banana 对儿啊，叫苹果味儿呢 ，apple 对儿啊，山药味儿，人家不吃山药味儿，谁说的？没问你黑枣都不错了吧？你知道企鹅怎么说吗？我不听。QQ 吗？还行。不都是骗人的吗？那不都是？你才骗人呢！真行这个。这是别胡吆喝了。这是开玩笑啊。是是是。吆喝起来不一样。那还有什么好的吆喝呀？比如说卖包子的。肉包子。哎，它就不一样了。是吗？北京城也分两种。北京城分哪两种？其实很多地方都不一样。是吗？首先这个汉民的包子跟回民的包子就不一样回汉两教。我给您学学这个汉民的包子啊。汉民
门口呢站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，是捯饬的干净漂亮，跟我一样往门口一站，吆喝起来特别的好听，知道吗？我给您学一学。哎，没听见。这是一种赞美的声音。嗯，你也是骂多了让人家知道。这等会儿，你干嘛呢这呢？你在说的什么话呢？叫干净漂亮小伙子20多岁捯饬的干净漂亮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得跟你似的呢？我也是20来岁的小伙子呀，我也捯饬的干净漂亮啊。你们累不累啊？姨的跟这儿，你累不累呀、啊？那骗了好几年了，你都骗什么了？骗谁了？跟你没关系啊，那是人家。我就是20来岁、啊。你这混的那半大老头子了，知道吗你？24岁本命年，怎么了？我穿红裤衩了，我跟你。行。我说，本命年还出事儿呢，红裤衩啊！行，别红裤衩了，行，您说实话吧啊，那本命年我就，你跟我都说了好几年本命年了，都年年本命年，你太杂了，你们家也，好好的，32岁，啊对，32真的。真的，这是，真三十，你40吧，我40来岁。您这话都没有可信度了，现在。门口啊，站一个100来岁的小伙子啊。去，我只能这么说了。那是小伙子吗？那个，100来岁小伙子像话吗？那个，您就说门口站一小伙子，跟你没关系就完了。行。门口站一20来岁小伙子，捯饬的干净漂亮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哎，往那一站，吆喝起来特别的好听。是，我给您学学啊。这也是卖，就是汉民的。嗯，好。包子，你怎么了你？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先等会儿吧。哎，您这一惊一乍老问我，你自己知道吗？心眼子还挺多啊，那也没多过你去。我要知道，我问你干什么？那合着不知道啊？我能不知道吗？那不知道你说呀。包财，啊对，什么叫包财呀？说明那个馅儿啊，就是财的意思。哦，包着财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对了，哎，您这蒙劲够大的。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哦，包财，包财，包财。新城的天儿嫩，包儿热的嫩，饭里面的包儿又热嫩，吃包吃包，包儿干成的。嗯，您这后勾可够长的。好听啊。是吗？好听就好听在后勾上了。是啊。吃包吃包，包儿干成的。你看，干成的。哎，那个，那什么，你喊一皇上驾到。这皇上们等着你呢。拿我们当太监了是不是？什么叫拿你们当啊？皇上驾到，怎么样？嗯。您这戏路还是找对了。哎，卖包子到了天津又不一样了。天津怎么了？天津啊，有这么一位老大爷啊，上岁数人，70、80岁。哎呦，半夜出来卖来。半夜卖给谁呢？卖给这些个孤独。您等，你等会儿。70、80岁的老大爷，对，半夜出来卖，那得90的买吧。啊，您稍微等一会儿啊。我等半天了。我什么90的买啊？什么意思？那什么叫70、80出来卖啊？卖什么？我哪知道卖什么？卖包子呀。哦，您把包子说出来，不说出来又出现不必要的误会。
卖包子，是是是，知道吗？七八十岁卖给谁呢？卖给这些个打牌的人。哦，夜里边这个打牌的啊，什么打麻将啊，哦，什么斗地主啊，哎呀，什么推牌九啊，就卖给这些人。哎，岳老师，他呢？岳老师，您也太没生活了，这个。怎么了？您这个打牌这个手势都一样啊，您这不对呀。打麻将吗？麻将是这个马长城。斗地主纸牌得这么玩。推牌九。牌九是这么玩。你没少买包子吧？我净夜里耍牌了，我那可不是吗？没有，多少都得知道。他吆喝起来呢，就两个字儿，哪俩字儿？肉包。哦，肉馅包子。嗯，肉字声音比较长。哟，这个包子你不仔细逮不着他。都七八十岁了，能有多大声呢？挎一个篮子。逮他还？挎一个篮子。嗯，里边有包子，上面一层屉布，保温呢。吆喝起来好听，我给您学一学啊。啊，七八十岁的啊。老头得死到包子头了吧。哎呀呀呀呀呀，你瞧这么身体还不好。这老头宫里遣散的吧。这么大事棒了。好，肉，哎，就靠这一口气撑着呢，你们，棒，哎，对，好，指着一包子活着呢。特别简单，是是是，哎，这是卖包子的哦，宋老师啊，嗯，这样您在台上听相声也半天了，谁听相声了？谁听相声了？你呀、啊，没有，别胡说八道啊！你被评为离逗哏最近的观众啊！您甭来这套啊，没有用，说这话知道吗？这样吧，怎么着？您是北京人，怎么了？我吆喝一个，我让您猜是卖什么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北京那个吆喝，对，啊，您吆喝完了，我猜卖什么的啊？没问题。好好的啊！哎，那这，哎呦，这还难住我。过去那住北京胡同里，全听这个。嗨，你听着吧。你来吧。卖大虾。哎，小金鱼。绿瓷盆肉。哎，他说小金鱼，我们不卖金鱼，就卖瓷盆。不是。过去那卖大小那不都是金鱼吗？大小不卖金鱼就卖瓷盆，怎么了？卖大小都是金鱼吗？行，人瓷盆。哎，我没注意，行吗？你再来一个，我跟你说，不但你，我给你接上下句了，你信吗？行，你来。迎面儿，饽饽，馒头。馒头。人家不卖饽饽，就卖馒头。猜得上来吗？嗯，一马俩脑袋。哎，我吆喝一个，你猜怎么样？没我不会的。哟哟哟！我人送外号什么呀？吆喝小百度。你们不是吆喝小电梯吗？你不是？怎么该百度了？你再提这个，我抽搐，你信不信？对，自己气死了，你说没有啊？这，您甭来这套，谁信呢？哎，我吆喝您来怎么样？来呀、啊，来，不是一马俩脑袋吗、嗯？听我的啊，嗯，江米小枣喽，粽子和切糕、哎，还有吗？两头多，怎么样？行啊，你听我这吆喝的啊，我准能猜上来。哎、你听我这个。有本事你猜着，有本事你接上来，来啊、听着啊！来啊！你听我这个啊！包圆了，包圆了，包圆了，包圆了不？包圆了？嗯，大甩卖处理。我哪知道你卖什么的？嗯，什么都行，你不是有能耐吗？你来呀、啊！
你不是厉害吗？你不是抽搐吗？你真是的。好，那你听我这个。你超不过我这个。你准猜不上来。你听起来，听我这个啊。听我的，我给你接上来啊。两元一件，一律两元一件。清仓大甩卖，两元一件，一律两元一件。卖什么的？卖什么的我不管，我就问你什么时候拆呀、啊？卖好几年了，我知道你卖什么的。咱不再开玩笑了啊！咱别闹了啊！要说卖东西最好听的，过去那吆喝，得说是卖故意。哎，什么叫故意？刚才主持人报幕了啊，他说卖孤衣。哎，其实这个读音呢也对，估价的估，但是北方啊就是把这个故意对啊语音给改成了故意，念俗了，就是卖旧衣服的。哦，旧衣服。现在不多见了啊。哎呦，您这什么嘴呀、啊？这是个。现在不多见了，现在不多见了、哎、过去有，是就卖旧衣服的啊、有的是甚至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服。因为过去那个年代呢，穷人多，新衣服一年就一身，春节新年才穿呢，过去的人不在乎。对对对，知道吗？讲就是北京故意、北京有，天津故意，天津有，东北故意，东北有，上海故意，上海故意，故意很多种，知道吗？怎么还故意故意、啊、就是对口的故意。哦，两个人卖故意啊。哦，孙老师，我知道 啊，你不要瞒我，我知道您会东北的故意啊。东北的卖旧衣裳，你给我们学一个东北故意好不好？你看你是，我们掌声鼓励好吗？你说这玩意儿还不能他知道我会。这个东北卖故意咱吆喝之前说清楚了啊，因为东北人这个嗓门大，干梗倔脆，走大马路上一嗓子嚷嚷出去吓你一跳，有孩子把孩子抱住了，别掉地上啊！咱说卖什么呢？卖这大花袄，因为东北天冷，这大棉袄、大花袄，咱卖这个啊。说这一件这个大花袄，大哥买去给大嫂，大嫂穿着满街跑，哎呀！你想吓死我？嗯，可惜没死嘛。嗯，这一件这个大花袄。嗯，大哥买来给大嫂，大嫂穿着满街跑，哎呀，对，卖你一块零八毛。后边他有一个，他有一个哎呀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说明啊，来人了，就是吆喝一辈来人了。卖故意的不抬头看啊，哎、他看看脚，哎，来且了，不来人了，哎呀，他提醒你，我们这儿是卖衣服的，有声音了，咱俩配合一回，怎么配合呀、啊？一起，哎呀，好不好？就看咱这默契度，看是不是同时来人。对，同时来人，行，没问题。来啊，您吆喝，咱一块哎呀，一起啊，嗯。这一件这个大花袄，哎呀！你等会儿，你等。没有默契，合作那么多年了，没有默契。您这买卖也太好了，第一句就来人了。怎么第一句就来人了？很正常啊。不，您看我的情绪，看我的表情，好吗？争取默契。第三不是 OK 啊，第三不是 OK 啊。你以为 OK 了吧？第三句啊。第三句啊，好。一二，哎呀！你等会儿，等。我跟你默契不了了，我这没吆喝就来人了，仗主子堵门来的是吗？这是开玩笑啊，真行你！要说最好听的，嗯，得说是对口的故意，就是俩人卖故意，一个掌柜的，一个小伙计，这两个人呢，一个掌柜的什么？掌柜的带一小伙计，这是卖衣服的，这是卖熟食呢，这是什么伙计？什么伙计？你说的掌柜的带一小伙计，那小伙计生的小伙计。小伙计儿，哎，对了，啊，对，小二，我来这个掌柜的，哦，您来这个小伙计，我，咱俩配合一回，哦，咱俩上下句这么吆喝，给大伙来一回对口的故意，这可以是可以，但说实话，这个、啊、这对口故意我不会，不会，嗯，不会没关系，怎么呢？您按照我这来，什么意思？您接下句就行，我就是跟我学，跟你学，对呀、啊。跟你学的行啊，啊，你说的啊，没问题，来，这干嘛呀？这好比是一件故意。我呢，我哪一件？哎，哦，这双卖的，哦，嘿，白故意，你看。一会儿啊，啊，还有找钱算账、撒谎圆谎，这都看您的智商了。找钱算账我知道，嗯，怎么还有撒谎？撒谎圆谎说这个衣服啊是穿在哪儿、用在哪儿，这都得圆得上来。哦。反正我尽量吧，尽量理解。有没有问题？我先跟您学吧，尽量理解。好，来，我这脑子慢，我这是，我就跟您学啊。嗯。大喇嘛的官儿啊，
什么词儿？大马褂啊。哦，大了马的褂，哦，卖马褂。对啊，大马褂。嗯，我跟您学哈。对。大了马的褂儿啊，大了马的褂儿啊。你是不是出门没吃达克宁啊你？你出门吃这个呀？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大马褂，你也大马褂啊？那我怎么吆喝？往下吆喝呀。哦哦哦，对对对，对不起对不起对对啊，往下啊 ，OK OK OK OK， 你们知道多恶心吗？往下哈、啊，大了马的褂儿啊，二了马的褂儿啊，放心放心放心。三了马蹄罐儿啊，四了马蹄罐儿啊，五了马蹄罐儿啊，六了马蹄罐儿啊，马罐排队来了，啊？你不让我往下吗？往下就这么往下呀？不是，不是，这个大马罐穿在哪儿用在哪儿，你得吆喝的上来呀。马罐穿的，马罐不就外套吗？套在外边儿。对呀、啊，你唱出来呀。这怎么唱啊？套在了外边儿啊。词儿我倒是听明白了，就是您这动作，您这是从良了，这是改卖故意了是怎么着？啊，我这来啊，动作。天津，我这不行，我这招不来人，我这个，你看我这，哎。您这个还是熟，还是熟，还是比不了您，比不了您。哎哎、那是，大了马的褂儿啊，套在外边儿啊，没有袖子啊。那不坎肩吗？那不是，你没袖子，那叫马褂吗？那叫什么？那坎肩儿那个。吆喝出来呀！那怎么吆喝？那是坎肩儿啊。哎，我可能明白了。您说撒谎圆谎吗？撒谎圆谎就是这意思，就是你随便吆喝，你吆喝完了，你哪怕吆喝错了，我得给你圆上来。对呀，没问题。来啊，你早说呀！大了马的褂儿啊，套在外边儿啊，没有袖子啊，那是坎肩儿啊，买裤子哦，两了条的腿儿啊，一条腿儿哦，那不是口袋吗？哎，对，那是口袋呀。三条腿儿啊，没法穿呐、啊。四条腿儿哦，两个人穿呐、啊。五条腿儿哦，那是手套哦。就这，您还鬼鼓掌呢？就这个，不废话。什么智商？什么智商啊？有五条腿裤子吗？手套都出来了。废话，那五条腿裤子，那谁也吆喝不上来啊？我就能圆得上来。你能圆上来？啊、嗯！我问你啊，五了条的腿儿啊，三个人穿哦，穿不了啊。有个瘸子哦。哎，这好，他把腿去了，你说。往下来找钱算账了啊！找钱算账，没问题。买袍去哦，有个领子哦，有个袖子哦，有的棉底花呀，堆儿那个堆儿啊，打的棉底堆儿啊，怎么那么厚哦？亲娘许的呀，后娘当的哦，当多少啊？五六毛哦，一块一哦，我给你两块二啊，我找你一块一哦。我给你三块八呀，我找你两块七哟、哦，我给你一百八十六块三毛二分五哦。咱们刷卡不？不是，谁有枪，请朝我开一枪好吗？我想死在这儿。不是。不是没有您没有 POS 机哟、哦，不是废话，您这难为人了。什么难为人？您这账头这么乱，谁算得上来啊？我就能算得上来。你能算上来？当然了。那我问你啊，来呀，我给你136.85元哦，我留下一块一哦，剩下都给你哟、哦。他算上来了啊。